今天如何控制失误数，这同样也是比赛的关键，就差点啊。嗯，老公，嗯，停球了。哎呀，这球稳一下嘛。是，五、哦。还是没想到肯尼伯顿直接打了，造成犯规。对方的现在天津队也是，其实没暴露太多机会啊，伯顿。出球速度啊，连续调整之后，肯尼伯顿打中了。哎呦，不好防，不好防。两位外援当中呢，今天还伯顿。给到林俊杰在底角、哎、有了，运球有点不稳，没能及时给到，直接出手啊，还是想要积极去上抢、哦、这球啊被断了，看看三打二的快攻，林俊杰好球啊，打成了四分，嗯，来听见了什么吗？啊，哦，耶、哎，又来一个，果然啊。罗杰斯特两次在节目的时候扮演了关键先生，快速的过半场，球呢还是第一时间又交给了罗杰斯特，基地过来，林俊杰在45度，节奏好球，没上进，之前那下还是没受到心态上的影响，林俊杰已经10分了，他在后程的上分速度，又一个15啊。三线快攻直接冲向篮下，杀伤性很足啊，陈导这表情这个动作，林先撞墙了，给了阻挡，这个准确度也降低了，没错，转移过来，这个球啊其实需要的就是决心，篮板球拿到再冲向篮下，哎呦，时间首先还是利用到了，林俊杰最后的出手还打进了，20分了。那这个时间的确没了悬念了，也可以提前恭喜天津取得。又一个失误，又一次抢断啊！新手再一抛，大家玩的配合，看看孟苏。